哎，好久不见了。对啊，最近过得好吗？不好。啊，好吧，那这段可能会剪掉，不会留，不要担心。我是梁猫人，哦，在我嘞。吃完饭时间已经快要晚上九点，这是往本日最后一站垦丁大街前进。垦丁大街，你从上次来垦丁大街是多久之前的事了？五年前。哎，从上次来垦丁大街是多久之前？半年前吧。这么早？到了垦丁大街之后，逛着逛着，先是巧遇大学系棒的学妹。神奇的是，天空竟然下起雨来了。啊！突然觉得有一股活力充斥在我身上。下雨。下雨了。不知道，人不见了。好好的一整天，就这样就在下雨中结束了。当天的降雨几率几乎是零，但就这么刚好遇到下雨，好像就跟大家的聚会一样，稀奇到很困难，但也没有不可能。旅行也就是这样，因为各种突发，就有了不同的记忆点。逛完一圈已经十点多，店家开始收拾，我们也去便利商店买饮料，回民宿休息。晚上睡前，大家坐在外面聊着以前的趣事，我没有记录，好让自己好好享受那个当下。因为初雨的夜晚总是特别，也可能是在逃避旅程结束归复来临的那一刻。隔天一早七点半就爬起床，睡不到五个小时。奇怪的是，我竟然觉得早上的炒蛋像是人间美味。吃早餐哦。小真睡得好吗？睡超好的。哎，起来了。小睡得好吗？睡很好，怎么了吗？没听到吗？你睡都没听到啊？快点。没有啊。就是，我睡着了。啊，我发现如雷巨响。我睡了之后，你有睡吗？就是我知道我把电池关了。有啊。今天那时候睡的。对啊。是哦。你没有听到吗？没有啊，我是在你睡的时候待过半个小时睡的啊。起来多干活之类的。没有，我睡，我中间醒来都发现我们俩中间隔了一道枕头山了。有吗？有啊，我不记得你不是把枕头拿去就是要睡觉吗？对啊。然后我醒来到翻过来奇怪，怎么我们俩中间就隔了一道枕头山？有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说睡的时候已经快三点了吧？三点多。快四点啊！我有看那个，不知道。没有，我们那时候快五点。哦，快五点，真假的、啊？弄完关键。哦，不是快四点啊！哦，你们还在看电视哦？在看电视啊！真的。我还到你们那边查寝，你在看你们是睡觉。那你刚刚睡醒的人？没有啊，我爸就起来了。我昨天说，哎、欸，要不要去吃早餐？不要。然后还有，然后晚上继续睡啊。就你今天就你气色最好，今天可能他要当司机了。什么？我昨天是失眠那种。礼拜一不要上班。有吗？现在怎么会有人提起礼拜要上班的这件事情？今天的行程比较松散，在第一个行程就超美到肤浅，不过延续着第一天的兴奋感，大家精神都还蛮不错的。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浮潜，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可以下水的设备，只留下了岸上的合照。睡得少加上浮潜，光是第一个行程就已经让大家体力耗尽。你今天浮得还满意吗？还不错，天好。天好。心有点消失。老板娘蛮淫荡。我靠。啊，那老板娘可以淫荡更激。老板的女儿也不错。老板女儿，哪里有女儿？打扫那个吧。接下来这边。这以后今天可以付钱。这个老板娘是刚离婚，我觉得蛮淫荡的老板娘。拖着又晕又累的身体，一路晃到垦丁的避房景点白沙湾。啊。小辉，今天的话你找个妹来帮我们大家拍合照，还要让路给他哎。妹啊，妹，等一下给我指定，找不到学长、啊。哎，怎么不是这里呀、啊？什么？什么？看到素质，他觉得素质有差，不是素质没有他预期的样子，失望。学长，你知道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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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好，那走了，下去了。不过因为没有换洗衣物，大家刚从海里面爬上来，好像也对下水没有太大的兴趣。突然被晒辣了，才在海边擦起防晒。难道太阳在燃烧我的皮肤 ？Burning！ 以后你要擦，我自己擦，我自己擦，我自己擦好了。对不起，对不起。Woke up on a Saturday morning, hoping that you had called me. Realized it was the afternoon, I'm still sleeping off the party. Party from the night before, the summer heat got us down at the shore. I told you what you meant to me, hoping that one day I'd be your everything. 既然不下水，大家就决定到旁边买杯饮料，坐着休息。有人刚从站在那买八个人。怎么了吗？啊，小红没喝完，扣一分。小红喝不完。那你这句话好不好？啊？没办法，我喝不完。真的假的？真的。看，你要你问那句话，小红那杯是我请的，结果你竟然喝没两口就给你哦。走回监测的路上，大家聊着昨晚睡前的状况。在昨天晚上聊完，大家各自回房之后，突然传来一个尖叫声，到现在终于解惑，那个叫声是哪来的？而且我真的不懂哎，他明明都已经开门啊，我就是拿个手机在看他，他竟然看到我可以尖叫。是因为你的表情是这样，真的好恐怖。是我啦，其实我在讲是我的时候，我是不敢往后看的。然后昨天那一天是鬼门关嘛？对啊。没有，昨天啊，前天不是吗？昨天是鬼门关。想说是不是今天八月一号，是不是有人忘记回家？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有多怕？我惊吓程度就是他两倍。一路玩到这边，看着太阳开始西斜，也开始有了舍不得的心情。当今天结束，就要各奔山头。但大家很有默契，没有浪费任何一点时间。吃完饭之后，赶着太阳下山之前，到著名的景点观山日落。好浪漫哦！刚好上班，哎，不错，不错，日出不错，不错，够拼了，反正都准备睡觉了。看着这颗送别的夕阳，搭配阿北的甜不辣，这一站大家话变少了，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整理着等着回程的心情。李桃乐说，我提议了最后一个吃饭的地方，左营瑞丰夜市，我们正式离开垦丁。今天的最后一站咯，这里是瑞丰夜市，麻烦吃咯。到了瑞丰夜市吃晚餐之后，要回云林台中的就要再次分别，回到各自的人生中努力。很累，好玩啊，很好啊，就散散心啊，这样开心。王小姐，你觉得这次的旅程好玩吗？蛮好玩的。好玩啊，有什么地方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呢？对，被男朋友吓到。哦，忘了跟你说，我也是。在肯定看到鬼。就是他，还是他，他是鬼。哎，这边不用停那么久，好玩吗？就是，哎，不要不说话啊。点头就可以了，点头就好了。我主办的，我能说不好玩吗？旅程结束了，我们也分离在台湾的各个角落，写自己的故事。有人结婚生了小孩，有人开店当老板，有人当了主管。但无论如何，都很高兴，我们都在彼此的人生记事共同写下一篇章节，同样体会到今天可能就是那样。不过和不同的人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我有经典，你有故事吗？我是梁茂人，下次见。